这个圆也是在讲三类活用的时候经常举的例子。其实从路德明的经典诗文里面就记录了圆的去中读法，读月。我们看一下《群经一变》里面的记录，说圆如果读鱼软轻的话是打声，书也。当时人们也学会了对于这个形容词用反义词来定义，对镜之称，这是一种很好的这个定义方式。远之则怨，为小人与妇人为南阳也。远之则怨，近之则慢。如果你远离开他，他就会心生怨恨之心。如果是你对他过分亲近，再注意是用疏来讲这个远的意思，因此呢是一种思想感情的远和近。如果你过度亲近他，他又会对你慢，也就是说怠惰，不把你当回事情。如果读于倦心的话是去声，疏之于怨，敬鬼神而怨之，还有怨逆人。大家看一下这上面的怨之和下面的怨之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是主动的远离，一个是使他离，使他离开，一个是自动，一个是主动。所以，这个远的词义和读音之复杂，不是我们能够用现代汉语的语感可以全部处理的。我们必须知道古人关于这个远字他们所做的各种记录。好，举完了这些例子之后，我们回过头来考虑一下，这种音变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六朝经师人为的，上古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一些音变。但是有两个事实我想证明这种六朝经师人为的说法不对。那么一个事实呢，就是一直到现代汉语当中，这种音变构词的现象在单音节的格局里面仍然存在，这证明它不可能是这个六朝经师认为的。另外呢，如果是六朝经师认为，那么对那些一直保留到现代汉语中的那些音变构词来说，就没有办法解释。因为六朝经师它不一定哪个字如果改变了意义以后语音也要发生改变，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使老百姓都去这么念。换句话说，语言我们更加相信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是一个社会性的东西，任何个人的力量不可能对语言系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从语言的社会性来讲，六朝经师人为的说法也是不合理的。那么我们前面曾经反复提到过唐代陆德明写经典诗文，把汉魏六朝时期各种这个音变构词的信息都搜罗在一起，
关于这种音乐构思的现象，陆德明自己也做了解说，我们看一下。他说福至有金粗，后来写才写成这个以解度日。那个三路团人员看来是写错了名字。未知好恶下面注意，并如字，如字就是按照它原本的读法，好恶是它原本的读法。心有爱憎，称为好恶，好恶就是所谓的破读音，也叫做读破，古人也叫做读破。破读，所谓破读就是当一个词发展出引申发展出新的意义来之后，人们会改变它的读音，区别它原本的意义和新产生的意义。对于这个新改变的读音来说，它就是破读，这个新改变的读音就是破读音。上面的字是忽报反，下面的字是忽入反，一个读号，一个读物。当体即云名誉，论情则曰毁于，于和誉，即夫自败，败他之书。自败就是某个军队，就是魏军大败，这是自败。这个时候是读薄败反，是一个浊声母，浊声母。如果是败他，比方说大败魏军，这是主脉，这是一个清声母，这是通过声母的清浊来区分自败和他败，败他。这种区别，读音上的区别，到现在汉语当中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种意义上的区别到现场当中依然存在。所以我们说吕思先生举过一个例子，说中国女排大败美国队，美国队，这是中国队获胜，美国队败。但是如果不带宾语的话，说中国女排大败，那就是中国女排输了。带宾语不带宾语，这个意义区别很大。在古代的时候，这种意义上的区别同时有语音上的区别。自坏和坏彻之意，这个音怪就是跟怪读音相同，跟这个呼怪来读音就很多声母完全不同。下面的话大家要特别注意，陆德明认为此等托近代什么或古以为别，相争就是相言，是积习有自来矣。这句话陆德明告诉我们，这个音变构词这种现象，他认为是一直在这个产生的，一直在发生。那么陆德明只是乘诗说而辨其之，其实这种音变构词的现象，假如我们把这个群星音变里面每个字头都认真的看一下，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当然对于这个群星音变和金石洞字音里面这些现象，
从40年代周楚和先生，和60年代周法高先生都做了新的研究。后来呢，特别是关于变调构词，我们系的孙宇文老师专门有这个汉语变调构词研究，大家都可以参看。我们看一下这个杯读补之间的话有平声，如果是读去声，是下字的意思。比方说这个杯弓矢是矢弓矢变得低矮，这叫杯弓矢。所以我大家注意，不是认为我是杯，而是在当时的外交国际盟会当中，那么把对方摆在一个比较低的地位上，这时候读背。再比方说这个进字，就说我们在词典里面一般的都不会注意到这个进，表示这个极进的意思，和表示状态的那个进，他们在同音上会有区别。词典里面会列这两个不同的意象，但是不会告诉我们他们同音上在古代是有区别的。比方尽乃心，就是竭尽自己的心意。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的意思，这个尽就是说清楚，全都表现出来。现在我们已经大体上把这个古代汉语之类活用的问题，那么从一个新的角度做了说明。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承认，能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新的角度。刚才我已经说了，对于语言事实的处理，其实还是存在一个思维的。假如那么有的学者一定强调，我就认为这些词类活用是语法存相，当然可以在语法里说讲。只是从刚才我们列举的这些事实来看，的的确确这些词的活用其实都是一个词汇现象，因为语音意义都不同了。那么我们下面再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目前一般讲这个词类活用的时候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刚才张慧概括为两条，其实我们从这个具体的例子可以看得更清楚。于是乘其车，结其舰，结其结就是结干旗的结，结是高度的意思，高度。过其游，这个过表示拜访的意思，应该是读郭。杜甫诗里面百遍相郭亦未来，大家看，百遍是仄仄，相郭是平平，亦未是仄仄，来是平。因此仄仄平平，仄仄平，这是合乎格律的。假如读过的话，百遍相过，那么再看就是仄仄仄仄，这很明显就不是律诗了。从这个唐诗里面，人们在用格律的时候，那么像这些词啊，它完全一定是按照它的意义来确定它的读音，可见这个音变别异也是一种客观的现象，不会是一种人为的现象。拜访他的朋友说：“孟尝君克我，封娟克孟尝君。”大家同学已学过了。那么这个克是始终用法还是易用法？大家不能确定。但是你应该有印象，这个冯轩是因为家里面贫乏不能储存，所以这
这个请托别人推荐自己去做了工程师的门课，但是工程师的门课分三等，他进去以后没有特殊的才能是最下的一等。冯轩认为他只是一个计时者，但这样的门课只是一个计时者，不能算是真正的门课，所以他通过三坛剑家让孟尝君给了他真正的门课带，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孟尝君认识了他，所以这是易宗用法。那么下面的例子，金君与屈居之兄外苦其民，因而苦地之，这个苦其民是跟刚才我们举的子孙的子孙地方不一样，这里是那个孟尝君啊，不把薛地的百姓当成自己的子女来看待，如果是当成自己的子女的话，就不会去鼓励之，而是就爱护他。不子亲民，不能是孟尝君不让这个地方的老百姓、薛地老百姓都做他的子女，那是不可能的。好，下面这个意思，并且乘人而无天，方显本身而异形。且将也，那人呢将会乘人，乘就是处在上面，使自己凌驾于众人之上，而失去了其实这个人不一定是众人，就让自己脱离了做人的那个境界，这样呢就失去了自己先天的那个东西。一个人做官以后真的会乘人而无天，对不对？从古到今都是如此。方且就是方将，本身是以身为本，把他自身作为看待世界万事万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看到任何事物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评定各种各样的事物。在庄子看来，这样实际上就是异形了，已经歪曲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这个本也是以身为本的意思。这是课本上举的几个例子，比较有意思，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其实从这几个例子，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来，这个这些词很有可能也都有一变词，实在不像这个词类活用，临时的用法。张飞刚才批评了。用概率统计的方法来区分这个活用和非活用，